上脚下挂金铠，你的泪全都会满天，给我的残念，爱是一下之风了情，像翠自在飞。你妈妈是我的自尊，让我把这个难处跳到那西空，回到我们忘了去期待，心上走人。你好，请问可以听在这边讲话吗？你好。你好先生，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我想问一下哈，就是我之前呢，我用另外一个手机号，我反映过你们的，向你们反映过问题，为什么现在我那个手机号打你们这个电话打不通了呀？是不是你们把我拉黑了呀？号码的话我们没办法拉黑的先生。那为什么可以给我提供一下？为什么进不了人工服务了呀？那个号码我现在用这个号打的呀。你他有什么提示呀先生？就是一直在等待呀，没有结果呀，哪有什么提示呀，就是一直在等啊。您那个订单是您那个手机号上是不是有订单的问题要处理啊先生？没有订单的问题，是我那个手机号我之前反映的是关于砍价的问题啊，那没有，你们也没有给我回复啊，那然后我那个号码也打不通了，是不是你们把我拉黑了呀？我们不会拉黑的，您这样的话就是活动的问题了先生，我需要帮你转接到活动组，你保持电话在线不要离开。你不要给我转接，我还有别的问题，我现在我有别的问题那要咨询一下。好，你讲吧先生。好，我跟你说一下啊。我在去年的时候我买了一个蚊香。您先把收货的号码给我说一下吧先生，我先查到单子。哦，好，那我给你看一下啊。好。等一下啊。嗯。小爱同学，打开拼多多。好。等一下啊。好。别挂上。好。我直接给你念这个订单号码吗？可以。好长呀。对，确实挺长的。你听着啊。好。会吧？不会吧？不会指望工作到处随便找吧？不会吧？不会吧？不会指望一点压力都没有吧？能查到吗？这个是去年买的。我们需要验证身份信息，我给您发了一个六位数的验证码，麻烦您看一下有没有收到。收到了。麻烦您提供一下验证码。不会吧？不会吧？不会有人指望房价很低吧？不会吧，不会吧，不会指望女儿一追求就 OK 吧。感谢您配合，我查到这个单子了，这个订单我看一下，这个订单是什么问题啊？一直没收到货吗先生？货是收到了，是这么个情况，当时我买的时候呢，我买的就这个这个蚊香我买了10个，这个你能看到吧，我买的是10个，当时是我买的时候他跟我说是2年，就是说2年的期限啊，结果呢我去年吧哈，我就是用了这么一会儿，然后蚊子就不多了，我就没用了，我就放起来了，然后今年再用的时候我一点用都不管了，我呢现在就是现在再用一点用都不管，我去年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真的管用还是那段时间刚好没蚊子呢，那我就算到它当时管用吧，它说的是2年管用，但是呢到现在也才呢一年，还一年都不到呢，就算到现在才一年。他就不管用了呀，反正蚊子也不管用，我就找他这个客服，我问他为什么不管用了，他就是一直在跟我发问号，就一开始我问他的时候他还以为我是买东西的，他说他们还有保2年的什么什么的，我现在的这个聊天记录我还有截图什么都有，然后呢他说他是管2年的之类的，我就直接问他，我说去年我买的啊，怎么现在不管用了，他就光给我发问号，我为什么他就发问号，他老是发问号。什么？他什么意思呀？他老是发问号是什么意思呢？啊，他是在给我装机器人嘛？他装他是在装那个自动回复嘛？但是自动回复哪有这么慢的呀？一看就是人工自己回的呀。他都是千年的狐狸，跟我玩什么聊斋呢？他就是糊弄我的呢。你给我看一下这个该怎么处理呀？先生，我看到商家到了，跟您这边的聊天了。我会通知商家监管部门去处理这个店铺。你为什么能？你能看到我们的聊天，就是我跟他聊天，你全都看到了吗？看到了，先生。
那我们在你们的面前是不是跟没穿衣服一样呀？是不是相当于那个裸体啊？你为什么能看到我们的隐私呀？我们的聊天内容我不让你看，你就能看到吗？因为咱们是平台呀，先生，您跟商家的聊天，咱们平台肯定能看到呀。那你的意思就是马化腾的也能看到我的微信聊天吗？咱们是平台，拼多多平台，就是说您跟商家的聊天、售后订单、沟通问题，咱们肯定要去了解、知道这个情况呀，先生。这个得我提交你才能知道呀，我没提交你为什么就能知道？你这还侵犯了，你这不是侵犯我们的隐私吗？我们这聊天不属于我们单方面的内容吗？你们平台为什么就可以看呢？咱们是商家入驻平台是属于咱们平台监管的，商家的行为咱们都是属于平台来监管啊。行，如果他这个问题我也不和你纠结了。那你就说你们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吧？你们打算怎么给我怎么处理？我看一下，您先稍等。啊，你快点。您这个订单的话已经过售后期了，先生，时间很长了。这个是需要找商家处理，但是商家这个态度的话。没有给您处理的、这个、你是没听懂我说的话是不是他我说了去年买的，他跟我说承诺两年，我的意思就是想问你，他们买东西的时候他这个承诺算不算数？当时就是你既然能看到聊天内容，那他聊天上他也说过那个什么承诺智能，就是说可以质保两年什么的，这个内容你也看到了吧？嗯，你看到了吧？就是我就想知道他这个承诺算不算数呀？就是你们平台说是七天之内无理由退货，他们说是质保两年，那我超出了七天，在他这个两年之内，那这个还在不在这个售后期内呢？那我需要，因为他毕竟有保证是两年内有效呀，先生，那这个肯定是算承诺呀。哦，那这既然算承诺，那你们打算怎么给我赔偿呢？你们那你就不要给我说了，已经过了保质期什么之类的这些事了呀？我的保质期是两年，我不管你这个七天不七天的。我现在还没有不过保质期。那我需要，因为您这个订单已经过售后期，我需要反馈到我们专员去处理，三个工作日打四点。不行。打电话。你这个专人呢？你都直接给这个专人，那你为什么不让专人直接来接电话呢？你让我等了个三天干什么？咱们跟专你这么就是你这么会踢皮球，你怎么不进国足呢？哦，你是女的哈，女的你也可以当教练呀。现在的国足的教练李铁也不如你啊，他踢一场关岛啊都能做到毫无障碍的乱踢，剩下的菲律宾、马尔代夫尤其是叙利亚啊，那得费多大的劲啊？那就等你去了呀，你去，你就是中国足球的未来呀，就得靠你这种会踢球的人呀。去吧，我看你还是去辞职吧，去辞职，你在辞职书上就写，啊，公司场地小，踢球踢不了，然后在拼多多上班会让中国打假倒退20年。这会引发全民的公愤，但是如果你能让中国足球到水平倒退20年，那全国的球迷都会感谢你。那时候的中国足球啊，19-0能赢关岛，1-0能绝杀阿曼，在世界杯上都能和巴西打对攻，实现这个愿望就靠你了。你不要打皮球好不好？你就直接给我解决这个问题。你说话呢？这个售后单已经打不开了，能打开的话我就帮你打开，给你解决了。打不开的话我们是需要反馈往上级反馈的，反馈到专员那边去给您处理，不是给您踢皮球，先生，希望您能理解一下。如果您现在下的单子我现在就能帮您操作，但是您这个单子是去年的，它都有售后期的，售后单已经那我就这样，你现在不要挂电话，我电话费多的是，你就把电话放在这里，你去找能解决的人马上给我解决，我要速战速决，不要等那三天，我等不及。这个是需要反馈专员。我可以等你。这蚊子，这个蚊子可不等我呀。它都是蚊子，它咬我怎么办呀？嗯，它是三个工作日内回复电话、短信、微信 APP 啊，先生。它处理问题的话是需要点时间，没那么快。那你就是你们之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啊？有遇到过，但是没有时间这么长的呀，先生。你不管时间长不长，就是那他已经超出了这个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这个期限，在商家他随口保证的这个时间之内，你们都是一般都是怎么处理的？什么结果呀？都是反馈到专员，以专员这边回复结果为准。那你们专员是支持我支持他呀？那
您毕竟在平台上买的商品，咱们肯定要公平公正的去处理啊，先生。那公平公正呢？那公平公正到底是啥结果呢？那你的意思是，是我现在是胡搅蛮缠的呢，还是那个我现在是要求非常合理呢？这个得看你们什么叫公平公正呀？你说的这个太含糊了，你得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啥叫公平公正？具体给到你解决方案的话，具体是你咱们专员这边回复为主的，先生。啊、哦，行，那就是下个问题哈。这个商家呢，他这样随口保证，这个你们处不处罚他呀？他老给我发问号，啥意思呀？他要是不发问号，不这么气人，我就不打这个电话了。嗯，他这种行为的话，我们肯定要处罚的，先生。处罚是怎么处罚？我，他会受到什么处罚？我也想知道。具体也是以咱们专业这边回复为主。我们因为商家入驻平台的话，我们如果是商家有这样的行为，我们会进行处罚，钱款上的处罚，影响平台的活动，参加各项就是参加平台的各项活动排名。都有影响，你这个和我没关系呀、他排不排名呢？他参不参加跟我没关系呀。我就想知道他出发之后对我有什么好处呀？我得达到什么补偿呀？您要求的补偿的话，我会给您记录清楚，以咱们专员回复为准的，先生。那你们会给我补偿什么呀？如果你们要是再给我补偿这种不能用的这个文件，那有啥用啊？那咱们肯定要根据您这个订单的情况给您做出处理啊，先生。我没说你不处理，我说你处理是怎么处理？你有什么？你用什么方法来处理？没说你不处理。这个以咱们专员回复为主，先生。不行，你这个回复我不满意。你老是让专人来回复，那你们为什么不让专人直接当客服呢？那你们从前面挡着干什么？还得联系不上？我申请和专人直接对话，咱们电话转接不了，没跟专员在一起啊，先生。转不成，你去喊过去啊，你把电话放在这儿，你把他喊过来呀、你换人呀、你让他过来接不就行了？他没有跟我们在一起啊，先生，我没办法去喊呀。他没在一起，离你多远呀？有几里地啊？我们不在一块的，先生。他不在一块，你们反正在一个，你们公司是一个公司吧？总不能说是不是你们的客服或者他们这个专员都是外包的呀？你们直接来的话，你们和拼多多是不是没有关系啊？这个是咱们内部专员去处理，先生。那什么叫内部专员呀？我就想知道你还有这个专员是不是拼多多公司的呀？都是咱们拼多多。那既然都在一个公司的，你们公司多大呀？你连个人都叫不来。咱们毕竟是服务全国的用户呀，专员客服都很多呀，先生。那很多你随便找一个人过来不行了吗？很多你还找不过来。咱们找不到呀，先生，没在一起呀。没在一起，距离多远呀？总得有一个距离吧？是一米还两米啊？你总得有个距离吧？不在一块的，先生。那不在一块的范围是多大呀？是一层楼吗？两层楼啊？抱歉，这个是属于内部的隐私，没办法提供给您，先生。啊，你还有隐私？我的聊天记录都被你看个精光，你还有隐私？您商家毕竟属于咱们平台监管，先生。您如果商家有这种不良不正当的行为，我们会监管呀，先生。你监管不监管，我能得到什么呀？还有就是我跟你说一下那个我的需求，我刚才我想了四个需求，我看你们那个能给我满足哪一个，你就四选一就可以，四选一你能给我满足一个就可以，那个挺宽松吧？我给你说一下我的需求吧。说话呀你。嗯，您听着。啊，第一个啊，四分之一哈，你选一个就可以。第一个，你们拼多多在大庭广众之下，微博也好，头条也好，哪里发文，把这件事情向我道歉啊，就说你们监管，你说你们管理不当，然后呢自我反省，然后把这个动态集赞100万或者评论50万，我们这笔账就一笔勾销了，我也不管了，就没有这回事了。这是第一条啊，这是第一条。如果不可以的话，可以有第二条。第二条呢，就是你们不管用什么办法，你们自己给我买也好，让商家主动给我发也好，再给我补发这么10个文箱，
但是呢，如果不管用，这事没完；如果说这管用，那这事就算了。这是第二个办法啊，第二个方法。还有第三个方法，就是你们拼多多公司啊，直接给我补偿款，还是你让商家出也行，或者你们拼多多公司也行，给我10亿美金啊，10亿美金，3天之内全部到账，少一个嘴都不行。这是第三个。如果说这三个你们都达不到，你觉得都挺难，那还有一个你能做到，你能做到也可以。第四个哈，就是你如果说你的权限做不到，你就跟我学唱歌，我唱一句你唱一句，你唱完就行了。你选哪一个？啊，先生，这一些条件的话，我都会按您的要求给您记录清楚，我需要帮您去反馈专员去处理。是吗？你念一遍，你把刚才我的这个条件你念一遍，我听听，我看你记住了没有。拼多多在微博大厅，就是大众下，就是向您这边道歉，评论，然后给您100万。第二。没有，你记错了，我没有那么黑心，我没有要100万，我说的是集赞，我说的有那个获得100万个赞，或者评论50万，我没有要100万，好不好啊？不要污蔑我。这第一条。50万。啊，对，第二条，你念一下。第二条，就是拼多多给您买这个玩笑，或者是让商家给您补发10个玩笑，如果是不管用的话，就是要求继续处理。对啊。管用的话就算了。对，还有第三条，拼多多补偿款10亿美金。对，你肯定不会，你们肯定不会选这条。3天到账。啊，对，第四条就是你个人的问题了，不要记录了。第四个问题，如果说你能做的话，前面的这个事情就算了，你做不到呀。第四条就是我唱歌，我唱一句你学一句，唱完就行了。先生，这4条我都没办法满足您啊，先生，因为我处理不了呀。那你处理不了，那第四条你能处理呀？第四条就是给你准备的。你说话呀！我在帮您催呀，先生。提交了吗？刚才那几个问题都提交了吧？提交了。您这边应该能收到我反馈的信息。我上哪收到呀？能收到。哦，看到了。哦，对了，这下个问题啊，我之前反映的那个砍价的问题，这都，我是5月18左右吧？不对。我是4月18反映的，4月18，现在都6月2号了，怎么还没有反馈呀？还没有结果呀？您砍价免费拿的那个问题啊，先生？当时那个我砍价，我当时就给我提示，马上还有几个人就成功了。当时我用微信，我一个个的拉，我拉了有100多个人，当时呢有好多人都砍了，但是我这边就一直没有提示。我打电话问你们跟我说，你们跟我说你们有200条规定，那具体是哪200条，你们也一直不跟我念，而且呢，当时还有这么一件事，就说是还有，提示说还有3到8人就能成功的时候，提示说让我花9.9块买一个什么买一个什么什么东西，说买了之后可以抵3到8人，我就买了，我就买了，当时他就说还有3个人就成功，我还有说可以最少抵3到8人，我花9.9块我买了之后就砍了3分钱，一点用都没有啊。就这么个情况，然后呢，我就让你们给我反馈，4月18一直到今天6月2号要无音讯，一点结果都没有，啥情况呀？这是？我帮你转接到砍价免费拿的活动，您稍等。我还没同意呢，就转了，啊？你声音怎么这么小呀？你好，你声音太小了，你再加一点声音。是这些反馈的问题是吧？不是，你声音太小了，你加一点声音好不好啊？现在行吗？不好意思啊，这个耳麦离得有点远。现在好多了。
我给你问这个问题哈，就是我首先我先说一下哈，我不是这个，我是之前我是用我另外一个号，我向你们反映过一个关于我砍价的问题，是我4月18号反映的，你们一直也没给我回复。现在呢，我那个号打你们这个电话也打不进来了，就是说我不知道是不是被你们给拉黑了呀，反正打不进来了。我现在用了这个号打的，打了号，当时是4月18号，我要不要跟你说一下我之前那个号，你查一下呀？嗯，我给你查一下，你放心，咱们没有这个功能的，就是拉黑这个用户的手机号。哎呦，你也不能刷呀，那你还能明里明的给我刷呀？你当我傻子呀？嗯，你消息先生，我这边马上帮他查一下，看什么原因。你说一下手机号码。好，先生，是咱们这个账号昵称的话是山东呼叫，不是呼保西是吧？那是你那念意好不好？你认不认识字呀？先生，抱歉，先生，我这边没有看到咱们这边有这个记录呀。还好，当时我有录的视频，你不怕你不承认？嗯，不是说不承认，先生，确实没有查到咱们这边有这个就是反馈的这个记录。哦，行，你查不到就算了，反正我有视频，现在我那个现在我视频我还存着呢。嗯，行，先生，我看到他那给你反馈以后，专员有没有给他们打电话或者发短信吧，发消息？我的天哪，你刚才你都说了没有记录了，现在怎么可能给我打电话？我哪有电话呀？嗯，明白你意思，先生，你消息不着急。那我这边也确实没有看到啊，你确实没有看到，那我的号码被拉黑是怎么回事呀？谁把我拉黑的？为什么打、为什么打这个客服就是打不进来了呀？就是一直等，一直等，就是等不进来。我用这个号一打就进来了，啊，你靠拉黑能解决问题吗？我告诉你，我手机号多的是哈、啊，你难道要因噎废食拉黑我所有的号码吗？靠你们这种方法，你只会给我心里添堵，知道吗？不是说拉黑你，先生，你别着急，咱们这边的话绝对是不会那个拉黑用户这个电话的，这个您放心，因为这个全国热线的话只有这一个热线打的可能比较多，咱们都是哦打的比较多呢，那为什么那个打不进来，这个一打就进来呀，这是为什么呀？嗯，您可以多次尝试一下，先生，绝对不会说我刚才说了，我打了半个小时了。嗯，没办法，先生，因为电话也确实排队的比较多，你不妨那个改天的话，就是您下次联系的话可以再试一下，绝对不会说给您拉黑的。那也就说你现在给解开了呗，如果说下次一打就进来，那只能说你要我的这个论定肯定是正确了呀。不是不是，你消息我这边只能查到咱们这个记录，就是6月2号这个记录。6月2号不是今天吗？嗯，是。我叫你查4月18号了，你不要查别的，不要查别的，就4月18号那天我反映的问题。没有，确实没有。那天我砍价的内容你看到了吧？要不我再向您反馈一下，你看行吗？我这边只能查到今天的这个记录。我的砍价信息你看到了没有啊？没有。你也看不到。对，没有跟您说那个看到这个反馈，这个砍价这个记录确实没有。算了，我服了。别着急，别着急，先生，要不我给您反馈一下，你看行吗？对。我不信你了，你还反馈？你反馈啥呀？你反馈，我反馈完之后，我等了这么久都会没有任何结果，你还反馈啊？那刚才那个就是给我转过来的那个人，那个我还没说完话就给我转过来了，那个人给我提交了没有啊？嗯，看到了，是这个售后给他们转过来的，你着急了，现在去。啊，就刚才那个他说给我提交的，你给我看一下他有没有提交呀？哦，他说给您提交是吧？对，你看一下有没有提交的这个信息啊？有，是这个售后的这个订单对吧？你念一遍我听听，我听听他怎么记了。行，请稍等，马上帮您看啊。2年制把到现在了，一年就不管了是吧？这个商家的话现在也不给您处理。对，补偿什么？我有，你把他那个人。你不要给我简洁的，你不要给我简单的说，你就把他念了，他给我记录那些字，你从头给我念一遍，我听听他给我写的啥。好嘞，2年质保现在才一年就不管用了，商家不处理，投诉商家，需求就是要求补偿，然后电话就是没有了。
然后记住您186这个电话，其他没有了。没有了？那刚才那一串索赔的那些要求呢，一个都没有啊？那四条那一条都没写啊？算了，你们这个坑多多根本就不办人事，这个我服了。你声音现在好小呀，你声音现在声音又小了，听不到了，声音太小了，你把声音调大一点，像刚才那样。嗯，这样行吗？这样。你这什么破耳麦呀？你是不是在你们拼多多平台买的呀？不是，这个您放心先生。哦，放心了，那你的意思，那你的意思就是你也承认你们平台质量不好了呀？嗯，不是的，但是肯定是有什么误会，先生，您别着急了，消消气。这商家一直不联系咱们也给你网上反馈了，让这个专员给咱们进行回复处理。你别着急了，先生，消消气。他给我记录了哪个号码呀？给我回复哪个号码？是现在这个还是？我看到是现在这个186，我看到给您记录的是这个。啊，这个就这个了，都行。不过我再给你重申一下，我手机号多的是，如果说下次我用这个号码我打不通了，我还有别的号，到时候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嗯嗯，明白，你消气，别着急。那您看砍价那个活动还需要我帮您反馈吗？哎呀，算了，我也不相信你们了。嗯，不着急，先生。那你看这个还给你反馈吗？这个砍价的这个，你也不着急吧？你反馈也没用啊！你反馈啥呀？两个月了都不处理，你还能反馈啥呀？你消气，先生，非常理解你心情。不好意思，这么久了也没给你解决。你们处理的问题的，你们处理问题的方法就不对，你知道吧？你们就是想。把我的嘴堵住，是不是？你们根本就没有想解决根本问题的这个态度，你们就没有这个想法，就把我的问题堵住，把我的手机号让我打不通，然后让我打不进这个客服，就让这事就行了，不就是这个意思吗？还好我手机号多，我可以打。你把他号发给了我，我还有别的。嗯，别着急，消气。像你们这种方法啊，只会给我心里添堵、嗯。你应该向大宇学习，你知道吗？你知道谁是大宇吗？这个确实不晓得。你啥学历呀、啊？你大宇都不知道。嗯。大宇是、这个、确实。大宇是轩辕皇帝的玄孙、嗯、啊，有熊氏家族的一员。当时，当时他在上古时期，全世界都在发大水，除了中国之外，世界上的其他古老的文明古国都有记载的大洪水的经历，比如印度人、希腊人、玛雅人都有过记载。连基督教的旧约圣经以及伊斯兰教的古兰经里都有记载过关于诺亚方舟的故事，特别是诺亚方舟的遗址现在在土耳其已经被发现了。在当时的世界有那么多的文明古国，但除了中国以外，毫不客气地说，都已经灭绝了，都已经消失了。为什么中国还在呢？因为中国人聪明啊，有智慧。现在的中国人也聪明，你像就像有的公司啊，他可以想到拉人头，想到砍价，可以想到只追求低价不追求质量和服务的做法，这也是够有脑子的，就是没把这个脑子用在正道上，就整天琢磨怎么骗我们这种人，你说对不对啊？嗯，明白您意思，先生。你承认了呀？承认了呀？嗯，不是，大先生，咱们这个其中肯定是有什么误会，先生，你别着急了，消消气。我消啥气呀、啊？非常理解您心情，先生。这边的话，我已经给您催促您的这个问题了，你消消气。那你现在知道大宇是谁了吗？嗯，这个不知道啊，先生，确实不太了解。哎，是不是拼多多招人呢？小学学历就能来呀？连初中都不用上呀？不是，这个不是的，先生，你消消气。我没有生气，谁说我生气了？我现在我已经看开了，好吧，我已经习惯了。我被你们坑了这么久，我早就习惯了，我还生啥气啊？别着急了。我没着急、啊。理解您这个心情，耽误您这么久时间也没给你解决，确实抱歉，先生。你还不知道呀？那我再跟你说。我这边也给你，到您说。啊，我说。刚才说到哪了？刚才说到哪了呀？哦、
刚才说到，有的公司老装模骗人，对不对？刚才说你们这个解决的问题的方法就不对啊！你只是给我添堵，你应该像大禹那样治水的时候用大禹治水的方法，疏而不堵。啥意思呀？就是说因为水是堵不住的，你得疏通，你得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原因，而不是想方设法的来堵我的嘴。你我的嘴你是堵不住的，而且像你说的，全国那么多人，好几亿的人。而且不只是我，如果说每一个人你都坑，你怎么堵住这些所有人的嘴？堵不住啊！哎，就像大禹在治水的时候啊，他是有熊氏家族的一员，他在治水的时候，他就变成了一个大熊啊，没有变成哆啦 A 梦，变成大熊，然后正在那里正在工作，正在搬山。这时候呢，他他老婆来给他送饭。山珍祖寿云中燕，陆顶牛羊海底鲜，猴脑燕窝鲨鱼翅，熊掌干贝鹿尾尖。当时这个有熊氏已经变成大熊的这个大禹一看说，你竟然敢吃熊掌，要伸出这个熊掌要拍死他。然后他老婆就吓死了，吓死了之后呢，就变成了一块石头，然后从石头里蹦出来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呢，就因为是从石头里开启跑出来了，就赶紧给他起了个名叫启。后来西游记的作者就写西游记的时候就用了这一段，就把孙悟空的说成就写成了这种情况啊。但是起啊，在张卫健版西游记 TVB 版西游记一当中，第一集就是还原了这个典故，就是孙悟空刚出生的时候就是一个超级大的大猴子啊，跟怪兽一样，就踩房子，就拔树踩房子之类的。然后呢，就有天蓬元帅猪八戒下来，把他的尾巴给砍漏了，然后就没气了，就变成一个小猴子了，啊，这就是 TVB 版《西游记》一。这《西游记》转到中国大陆就改了一个名字叫齐天大圣，啊，后来张卫健，后来这个公司呢，他把这个电视剧卖了几十个亿，然后只给张卫健8万，给了他8万的这个港币。当时呢，这个张卫健不服，当时的公司老板就说：“你脸上沾上毛才值钱，没毛就不值钱了。”于是张卫健就把自己的头都剃了，然后呢就演了方世玉、张三丰等好多没有毛的形象。后来 TVB 拍《西游记二》的时候就没有请张卫健了，就请了陈浩民演了 TVB 版《西游记二》。TVB 版《西游记二》在大陆上映的时候就把它分成了两部分。上半部叫天地争霸美猴王，下半部叫云海翻腾孙悟空。后来呢，这个张卫健又开始又自己又演了一部的西游记，名字叫齐天大圣孙悟空。翻译成上了中国大陆这边上映的时候就取了一个名字叫大话西游。这里面有一个主题曲啊，就他也张卫健在里面的孙悟空经常唱的，就大笨象会跳舞，小猴子会上树，狐狸会翻跟头啊，嘿，山猪山豹山羊，山中有只老羊，看到老孙在发呆。就这个东西啊，都是冷知识啊，你可以记一下。这个时候叫无爱歌社团十万部冷知识，百度上可以搜。它的冷知识的主题曲是听知识长知识，冷知识它最无敌，趣味的冷知识我来带给你，听冷知识吧，冷知识吧，冷知识吧，听我讲知识吧，吧吧吧吧吧，趣味冷知识我讲给你听啊。所以说你们一定要向大禹学习啊，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为什么呢？因为刹车刹不住，因为他开的是特斯拉。特斯拉现在事情比较多呀，特斯拉吊炸天，一辆车几十万，刹车失灵太频繁，一不小心就造成侧翻，质量它不过关，出了事没人管，涉及生命的安全，怎可当成爱心脑子弯，无量奸商真的不要脸，刹车失灵我们怎么办，气炸了顾客你良心可安，消费者要怎样的去维权，柔弱的女子从河南一个人来到了上海滩，投诉我们都真的可怜，无奈之下大闹了车站，
特斯拉出事故，投诉都没落，只好网上来倾诉，希望有关部门多关注。曾经三过家门都不如，只因刹车根本刹不住，特斯拉汽车害得我好苦，买车时承诺的不算数，出了问题你不管，诚信的经营丢到一边，强壮的男子突然出现，抬起女子腿脚都朝天，这种现象为啥能出现，谁开绿灯谁给他特权，想解决问题为什么困难，是否有美好的保护伞，汽车的质量要过关，特斯拉才能健康发展，消费者权益放心里面，这种企业才能够走远，这种企业才能够走远。这首歌是网络的一个组织歪歌社团的第1721部作品，名字叫最坑人的特斯拉。我就憋死了，你不说话的。我给你往上传，快点先生，你不着急了，我特别理解您心情。你声音又小了，又小了。看您也说，你看您也说了这么多，我非常理解您心情，先生，真的。这边都给您反馈了，确实抱歉，先生，给您带来这个麻烦了，等您再找。你反馈的啥呀？你念一遍我听听。这个砍价活动，您方便再说一下吗，先生？我这边确实查不到记录。我刚才不是跟你说完了？我这边只备注了，就是说您表示正是四月份一直反馈过，然后一直我没有一直反馈，我就反馈过那么一次，你们就一直没有给我回复，我没有反馈过多少次，就一次。然后我这边也备注着说，我这边也查也没有查到那个任何记录，也帮忙让那个专员查一下。然后我这边也看到这个那个砍价这个记录也确实看不到，所以我这边给您再次反馈一下，加急处理就没有了。要不你再说一下这个砍价这个问题。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嗯，你是不是查到我现在这个号呀？你不是查我刚才那个，就是我之前那个号呀？哦，不是，我就查您念的这个号呀。我再给您核实一下，741741747471。嗯，您可以这么记啊，气死你，气死你，气死气死气死你。对，就是这个，一模一样啊，我就是查到这个，确实没有查到，能查到的话，第一时间就告诉你了。要不您再说一下那个卡家的，就是之前反馈的是什么，我这边再给您多备注点，备注清楚点。我再说一遍哈，一遍，记住哈。您说。当时我砍价，我是选了一个按摩椅。当时呢，跟我说，当时一开始就跟我说，几个人就是砍成，几个人就砍成，我就拉了好多人。最后还说，有三个人就能砍成的时候，我去，在微信上，我在微信上我拉了上百个人，而且全程我都有录像，我有录屏，我全程一个人跟拉了，我拉了100多个人。当时呢，但是呢，就是怎么也砍不成了，就是别人砍了之后，这边就显示。这边就不显示，没有任何显示。当时呢，我就花了。当时跟我说不是说，还有三个人就能成功嘛。当时呢，又说，花了9.9块买那个什么加速的服务，砍一刀说就能抵3到8人。我就买了之后只砍了3分钱。当时呢，我就打了你们客服，你们客服就跟我说，给我推皮球啊，跟我说这个问题，他说是，如果说这个人微信没有绑定银行卡时间过短，或者说呢没有这个没有那个，反正说呢说就砍不成。然后呢，我说那个具体还有哪些要求？他说有上百条要求。我说你上百条你给我念一下，我听是啥上百条。他就不念，他就说看不到，他就说只能看到上百条这三个字，看不到其他的内容。当时呢，我就当时他就给我反馈了呀。反馈之后也没有结果呀，也没给我回电话呀，就这么长时间了，也没有任何动静呀，就这么回事呀。这个不显示，助理不显示是吧？对呀。你消息，你声音太小了，你把音量调大一点好不好？这大了，先生，现在行吗？现在比刚才好多了。你这个耳麦是不是在你们平台买的呀？是不是砍价拿的？这个就不太清楚了，先生，您留电话留哪个呀？在他手里能开花，一份真情就送达，普通可以问问他，就有了办法。好嘞，我到三个工作给您联系哈，您不着急了，消息我给你马上反馈了。三个工作日，我想知道你们的这个工作日和我们一样不一样呀？是不是
我们这是周三，是不是周五呀？还是周一呀？嗯，算了，咱们工作人员，我们周一也有人上班，就比如说周六日的，也有这个专业。你们的工作日是三个工作日，就是三个工作日嘛？不会就是拉人砍一刀变成一天半吧？嗯，这个不会的，先生，你放心啊，给你备注了，咱们再等待一下。我为什么要放心啊？如果反正能砍一刀不更好吗？还能缩短时间？你确定你已经给我反馈了吗？万一你没反馈怎么办？确定，以及肯定，一到上班工作日肯定给你回复。你的工号是多少？我记一下。行，6524。再念一遍，6524是吧？对，就四个数，6524。这个6524是几个人呀？什么？咱们工号的话，一个工号一个人。那现在我说给你反馈，肯定给你办。那上一个人也说反馈了呀？就上个。那个就4月18号那个人也说反馈了呀，他咋没反馈呢？嗯，这个问题的话，我也给您那个网上备注了，先生，您让咱们专人查一下。您记下这个6524就行，您放心，先生，这个工号只有我自己能用啊。嗯。你没这个？你觉得你们这个公司坑不坑呀？坑不坑人呀？所有的活动的话都是有难度的，先生，不可能说轻而易举。哦，好，就得到了，有难度，都是有活动的，这是有难度。那我问下一个问题啊，对，你们这个进度条1%，百分之为什么最后那个0.01%比前面的99.9%的都难呀？为什么呀？嗯，这个是给他们做的。你先说。我拉上10个人、20个人就能99.9%啊，但是呢，拉上100个人的也达不到0.01%，这是啥情况呀？这个是。系统给他们做一个百分比，先生，就是您看到的那个金额是给他们做个百分比。如果说您再次，那还有就是说啊，还有3个人就成功，我也你们平台都说花9.9%可以抵3到8人了，结果还不成功，那是不是那或者说还有3个人成功，我拉了那么多人都不成功？那你的意思是不是我拉的那还不是人呀？你是不是侮辱他们呀？不是说您。不是，这个肯定不是的，先生。他是系统给您做个预计，就是你预计在那多少多少人可以成功。那他凭啥预计？他给你啥预计的呀？他有什么依据呢？你说预计就预计了呀？他干啥预计呢？他有什么依据？拿出来明面上说呀。他凭什么他就预计了？确实是有系统给他们做的预计，先生，就要求你几个人可以成功。你别着急，先生，消消气哈，我都给你反馈了。我们这个电话打了多长时间了？我看一下啊，秦商，20分钟了。20分钟？嗯，马上了。为什么我手机上显示是？为什么我手机上显示48分钟呀？48分钟，我再刷新一下啊！我再刷新一下，秦商等。哦，48分钟了，先生，我这显示26分钟，27分钟了。可能是这和之前那个人给我转接的那算在里边了吧？48分钟。哦，对，是不是？算在那边了是吧？是，可能是这样，对。哦。还想不想听歌曲呀？嗯，也可以。哦，也可以呀、啊。最后一首，上次呢唱的有点卡啊，这次我再试一下。坑多多，坑多多，我挖坑你多多，是真正的想坑你，坑的人越多我越火，坑多多，坑多多，花的少，坑多多，教你玩文字的游戏，记忆里被坑的 APP， 坑多多。OPPO 为我悄悄过去，又来坑多多，那漫天的广告轮番轰炸我，京东淘宝苏宁天猫藏的亲友家伙，拼多多别担心哪有真货，坑的拼多多刷牙用云然重要，拼的坑多多洗衣里的洗衣液，若洗不干净再给你加点懒月壳，超雄战能洗衣粉不错，好小米新品牌的电视售价2000多，正品的小米牌仅售800多，康佳新款索尼 4K 三星全屏锁，数码相机是个锁， OPPO A 牌的手机你伪装的不错， Apple 牌的手机真正的苹果， VVVO 是啥东西谁来告诉我，买韭菜用大同宝送发货，你若有口气靠肩口香糖送你，那阿波达斯还有野林牌椰汁，于是防滑电池存肯定不便宜，
图片是无绝对比例，道具电棍充气娃娃车里雷用我 MC 是单发爱是空单，盗版书籍方位表示还是自创地看后，我是人无云坑的拼多多，铺天盖地的家伙拼的坑多多，腾讯投资的垃圾。我们来听听他们黄老板咋说，他说年轻不应该骂我，买的都是真的山寨，不能算假货，是上家代数买，不是拼多多。山寨社会是社会问题，人性的问题，不是他们的问题。这首歌叫神曲坑多多之歌，山寨商品大盘点，可以从百度上搜到这个视频。若洗不干净再给你加点蓝月客，超生真的是一份不错。那您看这里还有其他问题需要帮你备注的吗？我打了这么长时间电话费，你不给我报销，你不给我报销一下呀？你的需求的话我可以帮你备注上。你算一下，两毛五一分钟，你自己往上乘吧，53分钟应该是按54分钟来算啊。我说我能在你们拼多多上买东西都是对。能在你们拼多多上买东西啊，都是对钱很敏感的人，啊。嗯，您这个问题的话，我这边已经帮您做了最大的争取了。有钱人谁来你们拼多多买东西啊？不是吧？就是能在你们拼多多买东西，就代表我对钱特别敏感。我是一个穷人，为便宜一分钱，我都能纠结到货比30件，我还犹豫不决。所以你最好不要欺负我，知道吗？这话费也是很贵的，两毛五乘以乘以这个什么54分钟，两毛五乘54分，我算一下哈。学啊同学，2.5×55等于多少？答案是137.5。137.5×10等于多少？嗯，答案是13.75。也就是13.75元。嗯，先解释一下吧。明白了，我记录上了。如果说您这边还有没有这个其他业务需要咨询的话，我将那个结束本次服务，就下午的那个客服服务。这边不打扰你了，先生，都给您记录了，再见。我还再见啥？我还没说完，那还记住？啥情况呀？啥情况呀？是怎么给我挂了呀？刚才我说啥我也忘了，天哪，这人太没礼貌了。哎，刚才他啥号来着？九几来着？没事。有录音，不怕，跑不了他。天哪，这次就这样了，下次再见。